离家多年的我，在国外求学，毕业后结婚，为了取得公民居留证，已经好多年没回家了。今年的母亲节，终于可以回来和妈庆祝了。妈，是胖了呢，还是瘦了？妈，梅西，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妈你好，这个送给你。妈，母亲节快乐。谢谢。进去里面坐啊。嗯，小心啊。老公，你看，这是我的老屋，这里有很多我童年时的回忆。你看那台侦测，我妈是靠她一针一线把我们养大的。我爸很早就去世了，妈就以双手吃衣来维持这个家的生计。今天没煮饭，你想吃什么自己拿先去吧。哦，我知道妈赚钱不容易，所以每次给我钱我都不乱花。有时候看着妈一年年老去，戴着老花眼镜和车不完的衣，其实我知道她是希望赚多一点钱，让我能在国外安心的读书。妈，我朋友说那边有很多奖学金可以申请的，所以钱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不但没帮妈处理碎布的事，还跟弟弟吵了起来。你们两个啊，帮我收拾好这些碎布。妈，我约了朋友，叫阿迪啦。什么？我赶着看完，要还给人家。你每天在看，都看看不完，爸妈现在不可以啊。现在你不要出街不可以啊。我是有重要的东西做，每天只会吃饭看漫画，你会什么？妈，你那些烂布要来干嘛？尤其在我出国的前两天，妈工作到很夜，我看了真的很心痛。Thank you.
是衣服，这是百家杯。对，上次我也缝一张给我，现在我缝一张给你，你要好好的保管，留给你下一代的孩子用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给你的，妈，这个很大呀，可以不要拿吗？叫你拿就拿啦。还有啊，你过去那边之后呢，妈会寄钱给你，不要为了省钱只是吃泡面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了，我走了，一切小心啊。啊，好。What is this big bag? What is this? What does it say? 看了这张百家杯，我才想起那时候他不眠不休，就是为了缝这张百家杯给我。你帮我问吧。担心我在国外找不到。还没睡过啊？谁要我？那你那些烂布要来干嘛？亏我还想，那些碎布来做什么呢？百家杯没？是啊，这是你外婆做给我的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，她还说啊，要我把这百家杯好好的保留着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妈，不如你叫我缝百家杯好吗？当然好啊。真的吗？那我要从哪里开始学起？很简单，